好意思，要点餐吗？我要一个皮蛋瘦肉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皮蛋瘦肉粥今天没有。那牛肉汤面呢？不好意思，牛肉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卖。那意大利面呢？意大利面刚刚卖完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要不要看？那我现在什么？你要不要看这些饭跟面之类的？不好意思。那你们现在连什么都没有吗？就这些哦。对，不好意思。那你要不要观察一下？那我不要嘛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要点餐吗？我被姐姐辉哥。不好意思，是什么哪一个啊？跟你讲，辉哥，这个辉哥是不是日式原味辉哥啊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讲国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他。跟你讲，这个日式原味火锅。对，不好意思。那你要外带的吗？对。那里面有猪肉跟牛肉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牛吧。不好意思，是牛肉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牛肉我们没有了。不好意思，那可以改猪肉吗？这猪肉会大块呢。好啦，猪肉，猪肉。这是猪肉。那你这样的话就改掉哦。160，我拿200块给你，你找我30块而已，你会不会找啊？对哦，不好意思。太夸张了你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佳丽哦，我12月24号休假呢，你看看我们要不要出去外面吃饭啊？哦，跟男朋友出去哦。好吧，好，拜拜。喂，子荣哦，在忙吗？12月24号你有没有空啊？我们要不要出去外面吃饭？跟父母去吃饭咯。那天是圣诞节啊。好吧，那改天见咯，拜拜。喂。四川少啊，12月24号你有没有空啊？要不要出去吃饭？圣诞节啊，好啊，那天。
见哦，地点哦。好，那你好，你想好再跟我说哦。好，先这样哦，拜拜。喂，怎么了？啊，又有事哦。哦，好吧，好，我知道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先这样哦，拜拜。Thank you.